管是正面或者是有质疑的部分啊。那因为今天这个各位提出来的这个范围非常非常广泛啊，那我想这个还是请我们相关的营建团队，尤其是比较属于这个大技术面，但是可以马上回应的，我们就向后回应。那如果说实在是属于比较琐碎的部分的，今天我们会有这个完整的记录，然后我们会有这个书面来向各位做这个事后的一个回应。那我会比较建议啊，我做事情我是一贯非常非常这个我不敢说负责，但最少我是很踏实的。所以刚刚各位如果您有发言，那因为很抱歉我并没有办法得到各位的大名，那所以如果说没有办法完全很完整的回应给您的话，请您会后是不是留下您的大名还有你的联络方式，包含电话或者是 email 的信箱，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会比较完整来给各位做一个互动。因为各位今天的意见非常宝贵，那如果说我要来感恩各位的话，我相信不管今天给我们指教或给我们肯定的，应该大家有个共识，今天这个会并没有白开啊。如果各位能够有这个共识的话，那往后我刚刚已经做承诺的第二次，也应该说下一次或者再下几次都没有关系，程序上要多少天各位都指正给我，我就遵照各位的时程。所以请各位呢，就时程上让各位困扰的，我在这里盖瓜的向各位致歉，不管是我内部怎么样都是我的错，我完全承担啊，不要怪罪到任何人，我绝对承担。但是往后我希望我们自己不会犯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是不是很简短的，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确实是有点，那是不是你朝技术面的部分或者是请常务顾问高副总给我们说明一下。各位住户，